服侍了四十几年，然后也创立了昌孔学校中心。那他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四十几年里面奉献神的见证。我们感谢主能够重重的使用他。我们教会也在他这个正式退休的时候做了一个纪念牌送给他，让他做纪念。我们知道神也会继续使用他。谢谢你，谢谢你。就把时间交给马牧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今天可以在大家当中见证神的荣耀，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我感谢神让我成为宣教士，我感谢神在宣教道路当中让我更认识我的神，更认识我的耶稣，他的心思和他的慈爱。这四十多年来我总结我所得到的就是主耶稣，我越来越知道他对我的爱，他的心思和他的慈爱。我在这里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一直来对我的支持这么多年来他们都让我在福音工作上面来到走在前面。我谢谢 Doreen 跟 Adam， 是他把我带到你们教会来，是他让我认识你们教会。我要谢谢 ACC， 你们过去十多年来给我们的祷告支持、经济的支持，还有短宣队去让我在前面道路我们一起走。我要谢谢神，你们教会在十年前给石牧师肖怀东牧师去专程去我们那边为我们开培训班，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的圣堂礼拜。我们愿意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神。我要再讲昨天晚上是最 update 的。昨天晚上我有机会参加今年刚刚去我们台北回来的短宣队他们的一个聚会。昨天晚上的聚会可以说他们再次鼓励我继续向前走They wake me up， 让他们的生命，年轻人的生命，在座的他们的家长再次向我讲话。我因为身体的健康，我去年四次进了医院了，最后也进了 ICU， 所以我经过半年的祷告，我觉得我需要退下来所以我今年12月30号就在中信的宣教部我就退下来退休了。但是主怜悯我，让我继续走主的路，一起见主的面。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为我祷告，让我能够继续侍奉我的主。我现在就是我们要看我们的 PowerPoint 呀，看到我了是吗？所以我感谢神让我成为宣教士，我们原是神的工作我感谢神，神要为我预备婚姻的道路。1981年我刚好与宋弟兄结婚我感谢神，我的丈夫是为委身给神的仆人，他现在在天家了，感谢主。感谢神一直来的同在，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段圣经好吗？1、2、3，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所手的事上已经赐福给你。感谢神，神的同在让我一无所缺我当初是侍奉去台北的时候是向华人工作，然后向少数人民族工作。25年前我们开始做泰国人的工作，然后我们开始建立基督教教育中心现在是25年来就是这个是我们基督教教育中心的场景，感谢神。1993年我们开始买地就建造这个地方了。我们是有四方面的工作，我是中信的宣教士 CCM， 主耶稣是我们的 leader。然后我们有四方面，我们有学生宿舍，我们有泰国人教会，我们有学校，我们有孤儿院。这是我们教中心的大门。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施工，我们是做学生福音工和学生属事，我们的目标就是带领他们认识主，然后训练他们做门徒。现在我们有20多个学生，那位穿红色衣服的也是以前我们的学生，现在做我们的宿舍的主任。我们的学校啊，这学校侯文庆也是我们宿舍的年轻人，毕业之后回来啊，现在在做学校的校长。学校现在从幼稚园到高中三啊，全校有470多人。我们感谢神，这个佛教国家我们能够传福音，我每次唱完国歌我们就念主导文，我们就背心经，在上课的时间每一堂课我们需要先祷告才开始上课，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在泰国可以这样传福音。第二个，我们有泰国人的教会，叫永通基督教会，我们有宣教士，还有我们的同工一起侍奉。我们有主日崇拜，我们也有主日学，我们有儿童施工。儿童施工就好像我们你们教会的 Awana 一样，每个礼拜六我们有差不多100个孩子，都是来自佛教的家庭。我们恩慈之家的孩子现在有6个孩子，这是我们叫做孤儿工作。下边这2个孩子呢，就是现在读大学，他们是准备回来做我们学校的老师，一个是走中文系，一个读英文系。我们还有这 after school 就是中文学校，我们每天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来做这个的中文学校。中文学校的孩子都是来自佛教的家庭，每天有70多个孩子们一起在这里学中文。这块是我们的地，我们现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要盖这个新的一个教育流，叫做培群流。这就是今年4月4号我们也举行这个的奉献典礼，然后这次我们的短宣队的孩子们就是在这个新的 building 里面帮我们开这个英文营。我们刚刚才做完8月11号到13号，我们开了3天2夜的中文初中的英文营，153个孩子，我们在那里一起学习神的话语。这个是我们今年全体的同工。明年我今年就要退休，明年12月明年10月我就要交棒。所以这个是我们2019年的新任的同工，我们当中有我们的主任侯文仪，他做主任，还有副主任，还有神光学这个的语言学校的校长，我们都帮他给他们接棒。另外后边这两个女孩子，一个是准备来做我们的中文老师，一个就是英文老师。另外我们还有宣教士，还有我们的传道人，我们下一年就是他们继续做这个工作，然后我是他们的我还是要做那基金会的主席，所以我跟我自己讲，我倒过来做妈妈，我要准备帮他们做饭菜给他们吃，然后鼓励他们向前走，做他们的。那么这下边这些那个技术在这里负责的，就是我们的校长，还有我们的副校长，还有这个厨师。还有这个的负责这个的事务的，他们都会继续在那里侍奉。我们一个团队技术，还有我们的小兵才8岁，他就开始要做事情他做了1年了，明年就是他事情了，荣耀归给神。我们讲了这么多，都是神的恩典，全是神的恩典。你们的祷告，你们的支持没有落空，因为神听了你们的祷告。愿荣耀归于神，谢谢大家。